三叔马冬梅背书孙红雷，你这记性是遗传你爹了吗？孩子记忆力差，教你世界记忆大师的背书黄金绝招，两个小动作让孩子背书过目不忘。一，背书时用双手捂住耳朵，并且大声朗诵。研究表明，捂住耳朵时声音通过骨骼传到内耳，对大脑刺激更加强烈，加深记忆。二，在记忆的时候，右手握拳90秒；在回忆的时候，左手握拳90秒，可以快速提升记忆力。美国权威研究表明，大脑运行时，右手握拳有助于记忆形成，左手做同样动作可以唤醒记忆。快让孩子试试吧！放假在家就知道玩，一点规划都没有，我又没有作业。家有升学的孩子，暑假在家做好三件小事，开学学习更轻松，老师更宠爱。一，提前预习。学霸总是老师一讲就会，不是他聪明，而是他已经学了两三遍了。每天2个小时浏览新课本，为开学做好铺垫。没有教材就上电子课本网，各年级各版本教材应有尽有。二，课外拓展，每天1小时课外阅读时间，初高中课外必读书目在这里，记得截图保存哦。还有各学科纪录片推荐在这里。三，兴趣爱好，书法、唱歌、跳舞、乐器，以孩子兴趣为主，可以自行选择线下班或线上零基础教学视频，开学各种文艺演出，惊艳全场。暑假是提升逆袭的黄金时间，千万别荒废哦。闹闹今年要升新初一了，当妈的怎么比他还紧张？这个阶段的孩子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远比你想象的要强。作为家长，你需要辅助孩子做好升学前的各项物品准备工作。一，军训。军训作为开学第一课，一定不能马虎，这些军训必备用品一定要码住。二，文具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父母能做的就是准备好学习工具，其他的就交给孩子自行发挥吧。上课必备用品和各科所需的笔记本都在这里啦。除了这些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准备打印机，方便打印资料和错题整理哦。三，护肤品。这个阶段的女孩子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护肤了，否则成年后的护肤成本会大大增加。妈妈们只需要给孩子简单准备这几样就够了。各位家长和孩子们一起迎接新学期吧。这次转到重点中学，要和同学好好相处，知道吗？可是我怕没人跟我玩。内向嘴笨、社交恐惧的孩子进入新环境，教他这三招，让他快速交到好朋友。一，寻找同类人。你讨厌回消息晚的人吗？我倒是觉得无所谓，有空再回嘛。找到一个话题，在闲聊中识别对方的三观，如果相似，双方的好感都会增加，交往自然也会更加频繁。二，展现相似经历。昨天的作业也太多了，我写的手都酸了。是啊，我昨晚写到11点才睡。理解并认同对方的感受，制造相似经历，可以让对方增加对你的好感。三，成就感 up。 这题好难，你能帮我讲一下吗？适当请求对方帮助，让对方在你身上获得成就感，会让你们之间的距离更近。成为朋友后，不要窥探对方隐私或干涉对方生活，相互尊重才能换来长久的友谊哦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熊孩子放暑假。妈妈，漫漫长假不知道如何度过，快和孩子一起观看这6部高分纪录片，开阔视野，开学逆袭学霸。一，语文不好就看《跟着书本去旅行》，单集片长20分钟，串联中小学课文，处处是考点。二，作文不会写就看《如果国宝会说话》，每集都是满分作文，建议摘抄后反复读诵。三，历史记不住就看《河西走廊》，50位名人典故，真实的场景再现，让孩子过目不忘。四，化学学不会就看《门捷列夫很忙》，名师推荐趣味启蒙初中化学。五，物理不理解就看《我的牛顿教练》，牛顿轻瘦6级，物理渣也能看懂。六，地理记不清就看《地球脉动》，9.9分高分推荐，画面精细度震撼眼球。还有这些各学科纪录片，步步经典，码住慢慢看。我放弃追剧敷面膜，天天辅导作业到深夜，结果你数学考了32。真正的学霸都是学习玩乐两不误，从来不打时间仗。码住这三个学习方法，家长轻松不累，孩子成绩翻倍。一，音乐学习法。你以为学霸在听音乐，其实他在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。
这些学霸歌单赶紧收藏起来，把知识点编成歌曲，让学习像记歌词一样无痛又难忘。还可以在 APP 中搜索关键词，随时随地学习不费力。二、摆烂学习法。摆烂学习法的精髓是摆而不烂，课上老师讲的都会了，那就开始摆烂吧。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针对性的攻破自己的薄弱环节，提高学习效率，告别假努力。如果是因为听不懂，课后一定找老师多问，查缺补漏。三、学霸作息表。早上6至7点头脑清醒，适合背书，傍晚6至8点思维清晰，适合攻克难题。睡前一小时是最佳复习时间，适合消化一天的重难点。用对方法，学习事半功倍。